朱丽丽家己真聪明，所以中庸讲讲，吾食吾礼，好自由，正礼好自尊，啊，就是讲咱控告自私，无接受着别人的意见，你对家己上高，肯定安讲我就听袂落。我会上好吼，其实迄有当时啊，就是咱家己的武器啦吼。那一个智者，伊就无同款啊。有智慧的人，伊安那；有智慧的人，伊会认为我事事不足，伊会低心下气，努力去学习。但是武者都倒边，武器的人倒边，就认为我逐项拢足够，吼，逐项拢足够。所以呢，人讲啊，家己呢吼，画地自限啊。人啊，一旦自满呢，吼，那个空间就无大。